5月5号我们迎回来法华经之后，我们跟团队的同仁，我们就针对修复的方向性跟修复的原则。我们修复的目的呢，其实就是要修旧如旧，还原它最本来的面目。它的版是藏在鼓山的涌泉禅寺，那它的版是当时它雕版印刷的木板，因为它是用木板刻在上面来刷印的。那这上面有一个讯息写到：三副住持净空，自己拨支住刻。三副住持的意思是他第三次回任当住持，然后才刻印了这个《法华经》哦。从第二册到第四册都是同治13年去刻印的。这一套《法华经》最多的共通性是重铸，然后呢，因为发霉很严重，然后胶带粘了很多，再来就是书页裂开，除了个别性的纸张纤维可能不一样之外，就是我们在修复上要做哪些事情。那因为这一套书呢，一回到台湾图书馆的时候，我们其实先做了低氧除虫。我们做完除虫之后呢，我们其实是要做抑制霉菌，七册都做了大概2次，它上面的那个霉菌的味道才慢慢的降低。那再来就是脏污很严重，已经侵蚀字体，就是字已经不见了，我们不会再把字把它补回去，就是原来它字不见了，在修复的时候就不会特地把字补回去哦。好，那但是就是尽量保留它原来的文字。感恩，这个是第二卷，修旧如旧，对，看来很亲切，在蘑菇会里的，现在又。要接触到了，对、啊、很开心。这《法华经》呢，是佛陀的一大誓言，来人间一个目的就是要说《法华经》，因为呢，《法华经》啊，是真正的很适合人间的根基因缘。因缘到了，在佛陀2000多年前，他的思想觉悟了，到底觉悟什么？天地万物，所有的理。刚刚也听到，这为了要修复这一部经，我增加了很多的知识。原来呢？这一部经呢、啊，那送到了有科学知识的人士手上。掀开，它里面呢、啊、也有无数的生物、菌种等等都有。原来里面有像你讲嘴虫，所以就会想到了佛陀在世，他在这西边呢、啊。渴了，就探索去舀了一杯水。这一杯水呢，舀起来放在钵，我们凡夫来看，就是很清澈。可是佛陀看呢、啊，哦，这里面呢有84000的糖，像你我之间，这之间呢也多少的。多少的生物，所以呢，古早人讲“举头三寸有神奇”，都是那在咱的周围啦。都佛法讲“护法神”，一般的人讲吼，记录咱的讲话，好话、谎话、实在话、不实话，这种的。都是呢，咱有迄个心，但是心若善意，句句都是实在话，句句都是好话。心若无真无诚，他一边说话一边在想出来如何没的，但是不实在，去包装过来说的话，这个是不实在。所以讲吼，咱用迄个真诚的心，就如把这个菌呐、啊、消掉了，
消毒掉那一份的真诚的心。所以心的力，那物的力啦，把声音讲出来的力，不管是有形无形，有声无声，佛法呢总是要个认真的去分出。我们现在要用很大的工程去清除它，还要用很高的科技，还要修复它。这都是呢真诚。我这当中哦，很期待的有生之年，把我自己的认真，我认识到佛法的那源头，那就是《法华经》。我这一部的经典历尽过了沧桑，现在修这本经了，这也是一段呢很宝贵的历史。因为师父说，我讲吼，我就是从这本经这慧命，安尼延续下来。啊，这个有形的宝藏已经有损，那我们来抢救慧命。不管是阿拉传下来的《古兰经》，或者是呢释迦牟尼佛他传下来的经典，我们都要一并在这个时候。这一本就是呈给上人的这本《古兰经》，然后它里面其实已经有很多的破损的地方，那上人看了，就觉得要把这一个世界留下来这个遗产要把它保存下来，所以说就请台湾图书馆来做里面的图书医院，让他们修这个《古兰经》。人间呐、啊，开头总是和啦，因为时间、人间与空间的不相同，时间拉长了空间，那空间呢、啊？人类的文化又是把它多样化了。到了现在，我们呢又把多样化的人间呢、啊、还要把它汇合起来，要真正的共同一个呢大同的道理，小会大就是同。我们的宗教都是需要宏观道理，都是真，都是很真很诚。阿拉或是基督或者是释迦牟尼，其实他们所觉悟的是共同的道理。最浅白的一句话说，一个字，爱，大爱啦，有个大爱的大汇合起来，就是同为一体，这叫做真理啦。很感恩啦、啊、就如今天呢哈，看孩子他恰修。他们呢就脑海中有这一朵花，所以心里用的虔诚的心，把他心脑中的图案从他们的手安尼改恰修，这都是心如工画师。我们的心就如钢为工很这个精工呢，他心想什么，他的手就画什么，就成了样。所以呢，各色各样都是从心出。所以说来宗教啦，其实本一体。我接到了这一部《古兰经》，虽然那个时候接过来，我心里呢总是一个很珍惜第一个念头，
珍惜的呢是真理，更珍惜的呢是时间，更珍惜的呢期待把这样 的古老啦的真谛啦，虽然我看不懂里面的文字，不过我相信，我相信呢，它一定呢是有很珍贵的道理存在，所以呢才会用这一念心，要好好的把它修复起来，也是感恩夫妻事跟如意，真正的让我事事如意，这份的大爱啊，我们会永恒永恒的把它智慧啊留住了这一份的大爱，感恩啊。